他意思说要他人趴在地上，槟榔，因为口袋有槟榔交出来，人趴在头卡，槟榔交出来。觉得你一定不敢这样跟人家自我介绍，大家好，我是以前咪以后来啦。睡觉你只是翻个身，因为睡一边手会酸嘛，然后我就这样翻个身，哎，我明天一早要出外景啊。我的启蒙老师你一定想不到，谢龙介，我很多那个特殊的。假龙改，不是假龙改哦，你假。恰龙改。要问罗老师，谢龙介在台语界也算是翘楚了哈。对对对对。跟你比起来嘞，啊，那他先败了。我也说啊，他差多了。他跟我讲那个闪电，啊，你就不会了吧？会啊。刷电啊！刷你个头啦！闪电罗老师怎么讲？信呐、啊，雷公信呐、啊。啊，信呐、啊，信呐、啊，是不是跟闪电完全无关？那我就过去就说：“阿妈，你被夹香米。”阿妈说：“面啦，面啦。”我说：“哦，好。”老公，阿妈说她要面，然后老公就说什么面？我说不知道，反正你就多买几碗回来。就买回来的时候，阿妈就用台语跟我老公说。他刚刚是跟我说 man 啦 man 啦 man 啦，然后我就听到阿妈说哦，他要面，我就赶快请我老公买了三碗面回来，因为那个音很像，对不对？对不对 ？man 啦 man 啦。还有你没跟你那个继续争执，是不？那你要吃什么面？那该讲 man， 什么面呐？那该讲 man， 是什么面 ？man。这里有问题吗？到底介意在先？我冇听无呢。有吧？北罗巴就是北罗巴，北罗巴是啦。白白长长啊，白白长长，白白长在头里，长在头顶。来，短短长长，白白长长，长在头里，白白长长，生在土里。丢丢，而且就短就短。哎，萝卜，就是萝卜，萝卜吧？那是虾米样啥？虾米什么？虾米样啥？虾米样啥？谁送的？什么颜色？而且是小麦的兄弟，什么颜色？小麦的兄弟，什么颜色？小麦的谁的兄弟？对对对，小麦的兄弟，小麦的兄弟。三个你定的定，定的定，定的快啊！现在土里头家一家，土家土土里的地瓜，番薯，三个番薯，三个字快点，什么菜啊？球球诶，球球诶，大大球球。他就算讲答案，你们都不知道，你讲答案给他们，你讲白萝卜啊，台语怎么讲？白喇叭，我有一次跟他录游戏节目，很重要的关卡就是他要讲我来猜，就是这个题目，我听了30分钟，人家都回来三次了，我还没出发，我还被玉英哥打说你到底供什么啦你？哦，所以白萝卜叫白喇叭，没猜到，那是有应用也不健康了。我每次都讲说韩文很容易学啊，就是把台语讲大声一点。陆军怎么讲？陆哎呦，哎，陆军，空军，空军，海军，海军，团结，团结，瞬间移动，瞬间移动，槟榔摊，槟榔摊，槟榔摊没有，槟榔摊没有，瞬间移动是不是瞬间移动？瞬间，忠诚，忠诚，冲冲，对吧？就是把台语讲凶一点，就忠诚。讲凶一点啊，金正恩，金正恩，就是台语嘛，没有，那就是外来翻过来的。以后兰，我觉得你一定不敢这样跟人家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以什么以后兰呐，叫我后兰呢。我常常回南部介绍我讲我的名字，然后大家都一阵笑。我其实一直很多年了，我都不知道后兰后兰。每当你出现的时候，人群当中交头接耳，后兰的来啊，后兰的来。那要叫什么？要叫什么？后兰是什么？伊何人？哦，何人？好好听哦。主人，何人？啊，主人哦。好难啊！你不知道后兰什么意思？不知道，就是我在讲话，就是荷兰。台语的荷兰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画大饼的意思嘛，画大饼，因为老虎的那个很大嘛。对，啊，你明明是人类的那么小，你偏要把自己讲成你是老虎。而且通常他会再加一个字，荷兰森。
哦，荷兰生，伪荷兰，对不对？哈，对，伪荷兰，荷兰生，就是夸大自己生殖器很大就对了。OK， 好，来，荷兰。如果用台语的话，其实我们在用台语在骂人的时候，其实台语是会让人家思考的。然后，而且你当下讲其实是听不到，例如奥莱啊 gay 捧够啊，对，然后或是有些女生再加一句咸皮的 gay 沙西米，好辛苦啊，这白眼搞搞呢，咸皮的 gay 沙西米，阿爸咸皮的 gay 仔心。另外一个典故，罗老师可能都不见得知道。嗯，有一个老阿公，他老婆过世了，他为了怀念他老婆，就把他老婆那里割下来，那个私密处，好，他就晒干了以后放在便当盒里面，每天晚上打开睹物思人呢。啊，因为那个酒晒干了就变黑的嘛。有一天他媳妇回来，那个阿公正在看，吓歪了啊，那整个就掉出去了。啊，死了吧？他就说人哪衰，几下密码一拨。真的，有遇过这个，我真的不记得。我发现你讲这种话，我听得懂哎。老师就给了一下题，下题。打败头皮而故，千万不要在那个兄弟的场上，很多那个博弈业者背后都兄弟啊。哎呦，以前那个小钟啊，那个都兄弟啊，那个就做博弈、做电玩类的嘛。他晚会他去唱这首，他不是他唱《太浪漫》。那些兄弟每个人泪流满面的，他们最太监。那一句啊，前面还有一句，前面还有一句啊，死你一壳怎么念？塞一起看。你哪一样？你明明哪一样？你给我量，你量他妈的。死你塞一起看了，你娘我贵耶。站起来，你念那白三更话也没出来。我有心。你妈的，你黑人气死假面戏，假面戏，假不老主计。好棒哦！这个跟我弄假戏一样，这个弄笑戏啦。好有顶啊！好有愧疚哦，很有感觉。之前那个疫情很严重的时候，我就反正没事干，我就去直播海鲜嘛。嗯。啊，当然话术都是业者教我的。首先呢，一个大篓子，它摆满东西。啊，这是一个家庭主妇一个月需要的海鲜量。然后呢，还要先标榜。我跟你讲哦，冰箱够不够大？不够大，转台，不要看，走，滚开！因为你没办法买那么多，先呛这样。那些人哦，先骂，那些人就硬要看，你知道吗？好，那两万一篓子可以吃一个月，对不对？那接下来怎么样？要开始要降价了嘛？好，两万一万五，反正折腾了30分钟，到后来变多少，你知道吗？变4000了。两万变4000？变4000还不打紧呢？突然呢，螃蟹5只，龙虾2只。青鱼5片，鳕鱼2片就丢下去，哎，鳕千帆飞来的东西，然后瞬间大概光那一个就800组，800组，太夸张了。我跟阿基斯联手嘛，对，大概干了差不多不到3个小时，反正离开的时候我拿了50万。炫耀文，没有啦，炫耀文，抽的还炫耀文。量也很大，对，因为量够大。不是他那个是走量，以我当时记核心的参与哦，他们真的是接近赔本在卖，当然不会赔本啊，就赚很少。诈骗我就遇到过一次，其实我到现在都很自责啦，因为我聪明呈现，我不骗人才刚好而已，我竟然会被骗。第三还有第三，那都是报应啊，玉林哥，那叫报应啊，我也骗善良啊。我之前，所以你不是骗人。我之前常常人性没有完全被泯灭。我之前，好没演技。我之前常常脸书然后买东西啊，都是到我们寄到我们家附近的 Seven， 然后我就去取货。有一天呢，哎，就又传来了讯息，说我的货已经到了，还有什么编号这样子。我想说奇怪，我真的是好像没有呢，可是会不会我？忘记了，那我还是去了。现在那个店员有点暗示我，可是店员不能介入太多啦。啊，他拿起来还在那边晃一晃，你确定要吗？我心里想说你是干嘛，有病是不是？什么我确定要不要我的货？我不要，那谁要？我心里没这样想，没这样讲他。他又摇了一次啊，然后说我要，因为我有点赶时间嘛，然后就999就付给他了。我到车上以后，我在赶时间哦，可是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对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？这个是怎么回事啊？那个差不多这么大的一个包裹，一拆解，啊，大礼物和小礼物跟俄罗斯娃娃一样。对，终于呢，剩下最后变那么小，结果是一条什么？是我们平常去月老庙
球的一条红线。那你们会问说，嗯，啊，你不是还在车内吗？你去跟 Seven 退？不行，不行，没有，不行。啊，就算行，我也不敢去，因为呢，太丢脸，家更小。这种机制啊，因为有很多人他买的东西他会忘记去领，或者是领到了不知道是什么，因为他买太多。然后这个现在网络上有一个叫做那个脸书诈骗，什么自动退货自助的那一种，所以你一般是要退的话，你不能跟店员去退款，因为应该要去跟他们那个物流店家。我老婆跟我讲这个机制，没错，是可以这么做。但算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不是9999，是999，就是抓住你这种心态，懒得退货。你为了999，然后你搞十个人，他就赚一万。一个都这个你是谁？一个这根本就是你了，一模一样，马上退货呢，就是你了，你就是乌龟本人。因为我也是龟族的，我就是去了壳的乌龟。你的壳掉了，你赶快穿起来，你要把壳穿起来，赶快把壳穿起来。这感觉很肮脏呢。其实不会，就是你就不会很想穿它嘛。跟你穿刚好。什么悠悠台哥哥哦？好适合，好适合你哦。对，真的是往后躺就可以了。往后躺，你的光头，你应该是可以拿去庙里面拜。拿着看手机啊。家属，家属哪里？来，家属，家属，这个雨林呐，雨林呐，我要稍微跟我们讲啊。送你送你，太累了。是我做的，对，像你这种容易鼻塞的就要这个。对，我每天早上起来都这样蹭蹭蹭的那一种。就这个，当初就是因为小孩会这样子蹭蹭蹭，所以才做这个自己用。过敏，好，好棒，嗯，好香哦。他说他改变了，我进化了，有比林香还香吗？哎，欸，你不要去消费人家，啊，你又不幼稚啊，你又不幼稚啊，不要去消费女生，真香哦，真消费女生啊，不是消费男生啊，他很爽好不好？还有什么好消费？我应该也会，因为我们叫直番啊，水龙头的锥灵桃，是不是直番？要是你会，让你讲一遍，列锥灵桃，已经太低啊，咖喱头我来给你数数哎。水龙头还叫吸一吸，把杂物吸出来。南部腔的反正呢，就是北部是讲灰地，然后南部可能就讲坏地。然后那个时候看到一个摄影师不小心就是把那个摄影机摔掉在地上，我就说假烂，你竟然把摄影机摔掉在地上，但他其实是意思是糟了，糟了，假烂。假的吃力的，可是他的北部腔是假辣，然后可是南部腔是假辣，然后我把它混在一起就变成假辣。嗯，那你的头有被他抓过去吗？没有，他说他是男的，他怎么假辣？然后我想说我那个时候还是莫名其妙，什么意思？你哪里讲啦？还无带我把嘴巴？哇，假白虎！我真的看到一个女警哦，她演。女警，她那个台词就歹徒嘛，她意思说要她人趴在地上，槟榔，因为口袋有槟榔交出来，啊，讲得很快，人趴在头卡，槟榔交出来，哎，欸，那只车，最好有这个。讲胖泽呢，侬嘛讲胖沙文，胖沙文嘛有人安尼讲，哦，胖泽较安尼讲，胖泽啊甲胖道干么关系？差足济嘞。对，人世间只有两人会使，一个是咱的罗老师，一个是咱台南的梁介兄。对，你了解吗？也不需要勉强翻吧。必修干条，精进一步。哎呦，啊，精益求精嘞。精益求精，精益哦，听起来怎么像精益啊？我才理解。精益求精，我说听起来像精益啊。如果真的精益台语怎么讲？小。文雅的说法，文雅的说法要怎么说？当老师说到我在金堂。那是虫吧？哦，是来对，来对，明天阿伯边阿公。
买你买个公鸡跟公鬼啊，嘛是赶快经营啊。好，来，我一年大概10场婚礼组织啊，但是你不能硬邦邦讲是聚联啊，因为那又太严肃了。嗯，所以总是新郎新娘啊已经在台上了，来。新郎有够呆，抓到大吉祥物。新娘有够巧，嫁到大难堕虫。宾主尽欢。讲到心坎里，女儿想说别人的爸爸都可以骑在脖子肩膀，对对对。那她没有考虑到我这个爸爸不一样，因为我跟他们同学的爸爸年纪很大。我坐在沙发上，爸爸骑马了，他要去。演员，爸爸老了。那手机定位以前我们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然后直到有一次呢，我们从台中结束工作。然后就下中立，然后钻到里面去吃那个牛肉面。对，完了以后呢，就回台北。然后我老婆自己说溜嘴，因为她问我晚上想吃什么，我说那你帮我点个牛肉面。牛肉面，那、啊、你不是刚刚吃过了？好厉害！我要检查是不是我牙缝打牛肉，没有啊，我牙齿洁白干净啊。另外我那个节目分享过一个，至今哦大家议论纷纷，就是夫妻行房的次数，一般人家讲一个月一次嘛，有人讲一周一次，他们是一季一次，每年的约好，他们相约好每年的立春、立夏、立秋、立冬，那你错过了立春，就等下一次的立夏。年轻的时候有个秀场啊，京剧啊，凡哥所在之处，方圆500里内无母狗。都在他家。我你看，我都听不到，我都第一次演第一次演，我都假装那些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四十年前的往事，哎呀，很难保守秘密。对啊，类似的剧情也是啊。我老婆那个明明她是去那种人家，她就跟小孩串通说回去，因为她知道我对这种事会生气嘛，就串通说跟叫小孩跟爸爸讲说是别人弄她的。嗯。然后结果呢，妈妈去洗头，那女儿叫爸爸，我跟你讲哦，那个妈妈。小孩都会这样。我必须跟你讲实话，因为我觉得你不是傻瓜。0-26年的婚姻的时候，你只要脱外套，你老公就会跑了。我现在只是，比如说我现在这就是外套，我里面穿一个背心，我回家是不是得脱嘛？睡觉你只是翻个身，你睡一边手会酸嘛？然后我就这样，你翻个身，我们就一早要出完景了。你为什么演得这么像？你住在我们家楼下吗？我们家也是这样。我那天半梦半醒，跟我老公说了，说老公你喜欢早上，因为我们俩都快睡着，你喜欢早上做还是晚上做？我就他就突然说你干嘛？你嫌做不够多是不是？我说怎么做不够多？不是，我说你喜欢早上做运动还是晚上做运动？你们到底在怕什么？有一种女生是平常她在做那个事情都很正常，就是哼哼哈哈这样子。可是有一天，可是有一天她突然睁大眼睛看到你，她突然叫你哥哥哥哥，你给我吹掉呢？你当时一世人你嘛叫过我哥哥，你怎么你跟谁学的啊？叫哥哥。你们吓一跳？不是，你们到底要我们做两个演员？因地制宜啦，我有因地，你要制宜啦。烦哦，一直 depend 啊，看状况。多年来，我基本上应该要演很好，我怎么会一个婚姻败在我刚刚的那一个情绪起伏那一个错误呢？我整个晚上没办法睡，哎，就是他还没有开始，你就开始大叫，这样。因为这种就是他，因为已经心里面有预期要演这场戏了。对，啊，有时候不会演戏的人就是会这样嘛，他情绪会提早出来。对对啊，他老公可能只是碰到你的头发就。当然就不行了。菲菲，你演过什么床戏？虽然你选的是哭戏，你是不是就想我回答的问题？简短讲一下嘛。就是平常有的时候很累啊，女生跟男生就是不一样嘛。男生只要上面啊、哦、想要，女生就是要摸片也不一定想要。所以有的时候，比如说什么，我有没有觉得很想睡呢？麦克风啊，赶快弄一弄，赶快弄，赶快自己跳起来上去。稍微操作一下啊，赶快结束，很累。修刚，谁家？谢谢大家。
就是都长这样子了。可是在家里面真的要演，不演不行。因为你接触的都是艺人朋友，跟他们装什么逼？对啊，就不用啊，大家都知道。干嘛还演？对，我就看你们幸福多久。女儿说：“爸爸妈妈说下个月我们要去。”妈妈在旁边，别跟他讲，反正我们就弄好，他到时候来就对了。你那个嘴脸，别跟他讲。那真的是一种感觉。我帮我老婆弄票，对不对？我就跟我老婆说，你联络一个窗口啊，就没事了。哎，他们也联络好了。等到要开演前几天，我说，哎，那我们那天是不是我们几点要出门？什么？我老婆什么？我们？他没有嘞，我只跟那个窗口就要两张谁跟谁。我帮他看票，我帮你登楼窗口。我那天也没事。一口咬定说，我不会有兴趣的，因为是个偶戏团嘛。对啊，不晓得，我从小到大就是喜欢看偶戏团。谁知道？我有同感哦，我的行程是我老婆在安排的，那她可能会略微简报一下。哎，那个礼拜一要干嘛？礼拜二要干嘛啊？礼拜三是空的，你有要特别干嘛吗？礼拜三空的，我说那四五都要忙，对，四五都要忙，剩下礼拜三。哦，我说那你写上去就来那个。哦，好，他懂那格是干嘛吗？对，那他我们行事间是同步的，他就上面写那格。也太可爱了吧！那格，我就去装在身体里面装避孕器，对，他也不让老公知道。对，我就没有让他知道啊，那个东西装了就是就不用再做什么措施避孕药，对，一直到有一次我就突然跟我老公说，哎。那个，你以后都可以，就是在里面，对，然后就其中有诈，对，他就有诈，为什么？对，因为以前我们要算安全期，要算危险期，算什么？为什么现在不用？我才跟他讲说，哦，其实就是装了那个东西，然后他就说，你怎么没告诉我？生气，感觉会耶，生气，会有想要，要不生气？讨论，他到现在还问我说，你什么时候要拿出来？那你还敢讲？不是，啊，你放着妨碍他什么事？对，没有妨碍到他啦。我以为说，因为装那个他进去会痛。不会，你这个没有感觉。那个夹子又闭嘎掉。闭嘎掉。有些局是七早八早就约好，然后是有女生的局，那女生那个女朋友也跟你讲好，她那天不会去的，我们就喜滋滋的一直期待那天的来临。对。这个一刚一去消饼，他又跟你说他要跟了。哇，那有够扫兴呢！你又不能把具体的原因讲给他听，就会变成怎样要这样是不是？好啊，这样为那样啊，好啊，我们就都这样啊。算了，我也不去了。然后女生说：“那你不去，我硬要你去，我要跟。”好啊，要这样是不是？好啊。还是行政在扫兴，就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觉得这个好玩的地方是。这个男生有没有在乎这个女生？当然有。我如果不在乎你，我跟你在那边撸40分钟吗？对，是走人。问题是这个250又不会把自己讲的这个在乎，用语言好好的说出来。对，所以这个陈家长这个250就撇了一下，盖好女朋友在盖撸四十分钟。对，你那真正无介意啊，嚣张无恁袂走。对，没有在乎就走人。我等一下跟你。怎样啊？要怎样来怎样？40分钟。那来讲是怎样？然后是怎样？因为我爱你啦。对啊，来一个掌。那个整个热炒店会安静哦。买车一定都要先斩后奏，哥现在都要这样。你也要啊。不甘于平凡嘛，不要跟人家都一样，所以我们就会大量选配。对。啊，女生就永远不懂选配，她说啊，人家就那样啊，人家就那样，你好了，好好就好了。首先车色。不能普通黑，消光黑加价20万，又要加轮框20寸 ，no 22寸，因为光大便是美，再加18万，座椅不行啦，怎么可以这么频繁？林德文，整个内装全部林德文，再加43万，然后呢，人家那个现在的座椅哦，是让你左转的时候呢，人会往这边甩，不会，他这边充气给你拖住，帮你顶住，对，又要加多少？才20万，哇！跟老婆讲，他永远不会理解这些东西有什么重要，他觉得你就老老实实买一台人家那个车，能开的就好。对啊，代步。这个时候一定要先斩后奏，你要跟业代讲，因为业代也认识我老婆，也很熟啊。我跟你讲哦，刚刚他说不要了，通通都要，打勾打勾，他就会说，可是沈先生钱不是你老婆要负责费，我来供，这样省国务机要会了。
另外我老公就是這樣，就是一笔钱是老公出，这个我会医药费是这边，这个我会私下汇给你，保密保密。反正老婆到后来她永远搞不懂，看不懂，因为看不懂实际的车价是多少，买车都先斩后奏，女人买包买包包也可以，都先斩后奏 ，OK 的。私校这个问题是这样的，要每个夫妻都会讨论，嗯。最显著的差别是说，他的同学圈哦，就实力相当了，嗯，对啊，就没有人可以落下了。他大概就是用一个经济哦条件在筛选，嗯，大致而言哦，应该白话文共同喝雅郎。可能有的家长会觉得说，我们以后长大了要经商啊，要那个创事业啊，嗯，有这些媒体朋友哦，哇，那个好像钱哦的问题比较，没有钱啊，一张纸，没有钱，都是一张纸，对，所以应该就是这样了。你看我女儿的隔壁班一个她闺蜜哦，她闺蜜旁边坐的是谁？我不方便讲她的名字，就台湾哦十大有钱人其中之一的女儿。他来我家玩，不是首富，我讲出来的，就是十大有钱人啊，十大有钱人的女儿。那我女儿那个闺蜜来我家，我刚问一下，哎，你跟你隔壁的那个哦讲一下嘛，弄点钱来给。弄点钱。小孩子哦，小孩子真的无法分辨大人在开玩笑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去给我讲呢。那个，我有一个叔叔，我说叫你哦，跟你爸弄几钱呢？弄点钱。那你那个叔叔是谁？我只知道他姓沈。可以跟这样的大美女一起主持，这真的非常不正常。这完全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。那你怎么跟 Melody 回答这个事情？哎，我跟 Melody 自然就会有另外一种讲法。玉茶妹的渊源哦，我刚才查了一下，嗯，2013年海南三亚办了一个活动，叫做海天盛宴，有一个嫩模陪了人家3天睡觉，得到60万人民币，从此以后媒体广泛报道，就说这种人叫做绿茶妹。哦，啊，为什么？因为绿茶比较清纯啊，表面很清纯啊，可是呢，啊，可是背后呢，却是又会捅刀的人。2020年某媒体调查，台湾女生票选什么呢？最想滚床单 YouTuber 第一名冠军。哇塞，我怎么没被调查过？凭什么 YouTuber 嘛，没有，我看过候选名单里面是真的没有你了。票选名单，因为你超过那个名范围，被恭喜了。你便宜了，什么我要在那个名单，他怎么来调查我？你还有滚床单的印象吗？床单了，你印象中应该滚床单，最后是滚床单应该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只记得抓栏杆的印象。还是扶栏杆？扶栏杆吧。好，你说扶栏杆，下了姐姐的床，让你扶栏杆。扶栏杆呐，对，扶栏杆。有的女生声音明明是大声那一种。对啊。我干什么？然后他心里男生来了，哎呀，那个我可不可以吃这个？啊眼，哎，一整晚上可不可以吃这个？啊，不小心会露馅。哎，那个狮子头过来。我刚刚是发生什么事？忘记。他们现在这边讲的义愤填膺，对不对？刘雨柔等下出去摄影棚遇到心仪男生，啊，你好可爱啊。对不起。然后阿勇本来扛两个花盆哦，看到帅哥走了，好重啊！马奇赶快，然后子璇看到喜欢的啊，头好痛啊！我碰过男生跟人家偷情被原配抓到，那个老公算是急中生智，对，当场跟原配下跪，老婆对不起，我不应该嫖妓。6000块，你回去。那个女生莫名其妙啊，我回去。可以拿六千啊。其实这也算。嗯，我是不能可以睡男友，不能睡爸爸，因为爸爸只有一个，可是男朋友可能有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可以换下一个。可是因为爸爸年纪大，也需要排毒。对，需要。可是我。心情方面都会比较好。就到个场合，玉林哥哇，争相拍照，然后后来没多久，宪哥来了，那就哎、欸，走开，宪哥，快到走开了，好啦，我还在推走。这就是这样的常态，我们也是要接受啊。其实我跟你讲，人性就是这样，捧高踩低啊，人之常情。真的，以前认识一个姐姐型，他大我5岁啊，没关系，因为男生有一段时间会喜欢姐姐型。好，他平常跟我讲话就主导性很强啊，粗声粗气的啊。但是每当
上了床以后呢，他会切换哦。他明明是姐姐，对不对？他讲话也是姐姐啊。他上床后，他突然在那个 moment 看着你，哥哥哥哥，你会笑场，我跟你说。哥哥，我会叫哥哥，笑哥哥。要是你不会笑出来吗？很幽默，怎么好好的突然间、欸、真的很有趣。不是，是人家有一些人就是会发出这种声音，哦哥哥，哦哥哥，然后你就把它当成这样鸽子哦。讲英文更不能接受啊，哥哥。哎、欸，他平常没有听他讲过半句英文，突然在那个 moment 他突然就讲英文了。你讲完了吗？我讲完了。你要了解那女生是装的还是真的？对，你就是随身带一个电笔啦，电的。好，就是我人家呢，你就冷不防电的干。用锤子拿一个电电的，最真实，哎，这真的很好用，最真实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讨论呢，快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小铃铛收看最新影片。欢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哦，给我们更多意见。想要看更多精彩的内容，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哦。